雪地啊，南語唱唱多次，你怎麼捨得我難過？你點解會知道有呢場戲嘅？因為我有睇過舊版。啊？睇過舊版本。嗱，呢個版本問題。嗱，呢個版本咧，係我同個製片人到最後反咗面嘅。佢一個 director's cut 就係今日你睇個版本，因為啊南語啊好多人追捧咁。他竟然將一些我拿走的場面，包括個婚姻生活，放翻落去，然之後做另外一個版本的經營。唔係我覺得就係唔 work 咯，個場戲唔 work， 唔應該擺喺度咯。我同張淑萍都覺得唔 work 啦，我信張淑萍，梗係信。多過張永玲啦，我 producer 嚇咁咯，反面啊！我知啦，我知，總之你明白嗰個係一個叫做unofficial 嘅關錦鵬唔承認嘅版本，係啦。我補充啦，呢、這個係台灣嘅，嗰個監製喺2006年呢套戲嘅五週年喺台灣度出咗一套。入面是這個卡來的，是咯，有婚姻生活的嘛，有婚姻生活的，我們看了的，他是完全沒有通知我的。